郑市长会听到大家的心愿。OK，好，可以吗？云迪，我来帮你呛声哦。好，诶，谢谢大家。哇，这个人，麦克拉，麦克拉，OK，麦克拉，麦克拉，他要点《情深意动》郑淑婷的《情深意动》给许武全他点给他是，他说最美好的生活方式莫过于身边有志同道合的人，彼此了解，彼此打气，共同奔跑在理想的路上。回头有美好的记忆，低头有坚定的目标，抬头有未来的希望。人生不能重来，所以要珍惜每一个现在，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安排。哦，哎，郑市长，我刚才跟你开玩笑啊，其实云迪不是跟你呛声，是我跟你呛声啊。云迪是真心诚意要点给你听的，OK？是我跟你呛声。好，温宇谦是吗？OK，应该是温宇谦想把方继韦的疮点给温务祥啊，每天只注意到讨厌的人，生活就容易觉得不快乐，因为眼界已经被烦恼框住。心关注什么，就会看见什么。开心不难，难在心放不开。打开心中的窗，因为窗外依然有蓝天。这首是麦克拉，麦克拉。他得点给许武全的，很好听的歌，郑淑婷的《情深意动》，许武全，希望你会喜欢。是麦克拉，麦克拉点给许永权的。希望彼此打气，共同奔跑在理想的路上。风都会寂寞，心如潮起潮落。
窗外春意浓，依然被清朝就是温雨天想把方季韦的窗点给温雨翔，温雾翔。好，希望你打开心动的窗，因为窗外依然有蓝天。那一年，我们对着同一扇窗，真想描绘未来情人的模样。阳光轻轻地洒落在温暖了我们的梦想。这一刻，我们靠着同一扇窗，一人一杯咖啡，回忆着过往。世故的线条刻画在脸庞，有多少无奈和悲伤。Thank you.
好，风铃们，你们要听的歌来喽，耶、yeah ！市长。